我以前就讲，较早日本有一个半自动马，有哪有叫因日本诶，这个国家看半自动的时，啊，伊嘛是三十几岁来上世，阿华嘛是这个年纪，所以阿华必须来咯，不是无原因，是伊想讲，比如台湾是啥啥，加做一个独立自主现代化。有自由、有民主、有人权，一切的国货，这个为甚物？咱逐天拢爱遮笑的话话，我想这是一个基本，一个道德。嘛，是我十几年来，含吃饭啊，福建无输人家，啊，咱人民、服务者，啊，佫一切台湾各地的社团，到底做袂？我嘛知影讲，你咱做无够，大家。即搭我特别拜托咱的这个电台，你想南台湾啊，金沙国电台、台南的咱们片电台，啊，加咱这个啊，这个啊，台湾俱乐部，金沙电台拜托您，伫电台说，台山话，南澳，台山话，澳话，伊的思想，伊的道理，啊，伊伫台湾下面的精神。所以，嘛拜托十四社，啊拜托这些媒体来大家共同出力。啊，长久以来，我嘛是感谢教会，教会帮助着些人，伊原就是教会内底请些牧师，伊伫咧训练台湾的组织，我好好话，啊，拢是伊原诶青少年的学生。所以，我写写出来，干一个心愿，就是讲无论如何，无论什么所在，拢爱家己尊重家己，无论伫思想上，无论伫行动上，拢爱尊重家己。只要伫台湾的统一下，对台湾的主权价值有伤害，对台湾发展有破坏，对台湾。文化有知识，拢是爱起来，含伊切吧。即我想，每一个阿爸同款，伊社会工作者、创业的工作者，共同一个力量，一个力量。阿爸含来咯，会当用伊的身躯啊来助人助道。我想，即、这个精神意义，是要发展咱个，去靠伟大，互咱大家。啊！这条事业经济，这条伟大经济，会当讲到是何来底？哦，来咯是事业经济，伊嘛是何来底？阿华是个事业经济，唔忙伊个了后，会当发到这些台湾各地各角落，无论是台湾人，无论是台湾佬，无论是下一代，阿里有台湾奋斗拍拼的一番情怀，我想这是咱今日。加一个纪念阿华，我一个深深的感受啊，祝大家平安。阿华纪念会啊，总召集人对纪念，嘛是咱前端委员副主席，咱透过了伊家大家来讲，来晓得个阿华虽然已短短三十年的岁月，但是留下了超人运动工作者。对台湾坚持的痛，对台湾坚持的价值，咱拢知影。咱袂做事团形，咱袂孤孤徛伫遐。讲咱家己亲像一条汉子，好低价，搁好人听。从今以后，咱要甲辛苦势谈完，咱要做一只稳稳在在海岸，咱要培养以前的学水工。咱要面向开阔太平洋，咱小可强过现状，咱绝对不是咧排五千年的包袱，是咱要甲家己灌注一只希望饱满的中，咱随时要来写出欢喜的泉水，咱随时要来收享自由的安宁，动咱的生命，互人威胁。咱要用咱坚实的身躯来抵抗海外，用咱的生命来见证咱的存在。咱即马
要来合唱牺牲换来觉醒。Thank you.